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。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。放松，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着 old school show， yo ready to roll。七零的年代，不过我最 high， disco baby 从来不跟谁 goodbye。只有 fu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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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能酷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又爆炸头在往里卷风，左右摇摆，上下一直神功。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，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。快乐你存在，存在有什么期待？期待欢乐你要请他依赖，与其渴望关怀，不如一起精彩。快乐会传染，请你看开。 Come on，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，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。现在这个匆忙时代，虽然少了时间，千万不要倦怠，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。有放肆的节奏，看你放肆的互动，看你放肆的感动，看我放肆的创作，要我怎么再说？ People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，我唱着快乐的 show。 忘了你存在，